主要是因为娇嫩的表皮和那些小孔洞。其实想要洗干净，主要分三步。第一步，一定不要摘掉果蒂，否则脏东西就会进入到草莓果肉里。第二步，加盐水浸泡，听好了，时间是关键，浸泡5分钟，时间过长，草莓就不好吃了。继续用清水头洗这么2-3次，就可以让洞洞放心，我们把上面草莓上面所有的洞洞都洗干净了。